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仙观。我们人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的情绪啊，有时候受着荷尔蒙或者化学物质的影响非常大，这大家可以会理解的。譬如说我们的血清张数在脑里面就跟情绪的稳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其实血液里面的荷尔蒙也有关系啊，所以年龄越大的女生，她脾气不好的机会比较多还是少？开玩笑，当然是比较少啊。年龄越大，修养越好啊。所以女生当然，年龄大一点，她脾气会更好。如果我们从荷尔蒙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答案可能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报告一下。睾固酮这是一种雄性的激素啊。这个雄性激素意思就是说那种积极，不是积极啊，那种态度比较强势一点的，跟这个有关系啊。侵略性比较强的，跟这个荷尔蒙有关系。所以它的长相化学的这个分子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体内会去分泌这些东西啊。你说雄性激素，那就是男的才会有吧？错，女的也会有。雌性激素，雌激素。女的有，男生也会有，所以男生女生都是在这个两个之间呢，有一点点平衡啊，但是这个数字不是很相对一样的状况之下，来表现出它不同的一个特色出来，所以睾固酮啊这个雄性激素，男生啊大概15到50岁左右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数值啊，1.几到9左右，女生就它1/10左右，所以。表示年轻时代确实啊，这个男女啊有别的程度，因为这个比较侵略性的这个荷尔蒙啊，男生多得多，所以男生脾气肯定是比较不好的。这是讲整个的一个比例啊，当然一定有他某一些特例的一个状况。那随着年龄大，男生这个分泌就减少了，因为睾丸它分泌这个减少，女生分泌有没有减少？没有，女生的雄性激素它分泌没有减少，为什么？它是从卵巢这个地方分泌的，它另外是从肾上腺这个地方分泌的，所以它的年龄大的时候，它相对雌激素慢慢减少，女生啊雌激素减少，雄激素啊雄性激素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状况之下，她脾气变不好的理由，机会还是比较多，所以太太或者是碰到年龄大的女生脾气不好。你想到这个大概就可以释怀啊，这个是合理的情形啊，不用太想得太复杂，要多尊重，这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如果用画作来去给大家呈现的话，这个倒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是德国的一位画家叫斯特尔格尔他画的，这是一对夫妻啊，当时不能画在一起，所以分开画的意思啊。分开画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看起来也觉得很 OK 啊，这是错的。男女之间的一个重要性的比例绝对不是这样子，比较合理的是这样子。这个，这不是我拍的时候角度故意去取的比较，这个比较大，他画的确实就是比较大。这同样也是一对夫妻啊，这是沙金特，这个美国19、20世纪的一位画家，他画的。你可以看到女生占的一个比例是这么大，这个才是比较正确，尤其是符合现代的这个时空的状况的话，这个我们要谨记在心了。那不过现代的时代常常变成这样子，这是大卫哈克尼啊，这个英国的20世纪的一位画家，他画的，这是两位艺术家的情侣啊，太太先生啊，这各做各的，有一道墙啊。不但是有形的墙，还有无形的墙，分隔着两边的心情啊、心灵啊。他做他的，他想他的，他也做他自己的。那他的这个男生在那个地方构思啊，到底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启发他灵感的可能是这一瓶酒，而不是那个缪斯，他的女神呢、啊？女生在这个地方，这是他的画作，是这样子。那陪伴着他是约克夏，比较重要。
男生不是太重要，所以这两性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复杂度啊，随着时代、啊、现在是更加让人家觉得需要两性平权尊重，这是非常重要。讲到两性的一个作家的时候，大概就要提到这位艾蒙波娃，西蒙波娃，这位法国的这位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他本身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然后又对政治投入非常多啊，所以他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他的灵魂伴侣啊，这个保罗沙特跟他之间呢、也有很复杂的这些关系啊，不过这些恐怕都是我们凡人所很难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讲的话，刚刚讲西蒙波娃他讲的话，哎，这确实有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一种徒有其表却无抱负和热情的平庸。我们常是这样子啊，哎，虚有其表，那没有抱负跟热情。一种周而复始重复着同样漫无目的的日子，我们也是这样子。一种渐渐走向死亡却不问及其目的的生命，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子啊。可是啊，我们常常就是他们所谓的幸福，这样的日子幸福重复再三，没有热情，没有理想，然后不问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在哪里的，是对的吗？他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只要 so long as 什么东西啊？每一个人的他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跟另外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有连结、是有关联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才有意义的。所以你独立存在只为了个人去争权夺利，这个是完全毫无意义的一个生命啊！西蒙波娃的话，这确实让人家蛮感动的、蛮振奋的那样的一个感动啊。好。医疗上啊，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没有那么复杂，心跳永远是我们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啊。一个才60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呼吸方面是有一些困难，所以大家看说这里呼吸啊，好像这里有点肺积水，这是他有一点感染啊，后来感染给他治疗完以后，还是一样出现胸闷，甚至于昏倒的一个状况，这就怪怪的。不能用这里来解释啊，怎么去解释他的情形？那给他做一个心电图，那做了心电图，大家可以看到心脏的跳动也还好的一个状况啊，也没有说什么很慢的这个情形啊，速度也不是异常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怎么去解释他昏倒？那跟心脏的关系怎么样？所以心脏科的医师啊，会给他做一个这个叫做霍尔特这个24小时心电图的一个监视啊，就是把这个电极片呢贴在胸前，然后他就会记录他24小时里面心跳的一个变化。譬如说，他这里就出现心跳过慢的一个情形啊，这个过慢甚至于会有停留的时间，大概有7秒钟没有心跳的那个状况，很慢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会发生，但是不是在上次他做心电图的时候那时候发生，而是在一天中某一个时刻，所以他就会有。每一个不同的一个时间里面，在这个时间他心跳速度比较慢，这个晚上的时刻，那么白天会好一点，有外面的刺激，但是偶尔也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所以综合的报告就会看到说，哎，有跳到30下而已，1分钟跳到30下啊，是清晨是3点钟左右的时候，那平均是750下等等，所以让我们对他的一个疾病的了解度非常好，所以这个诊断出来，原来是他的一个心脏节律点。这个窦房结这个地方发生问题啊，这就叫病态窦房结症候群啊，发生问题啊。那这到底为什么发生问题？年龄大、退化、动脉硬化，这都是原因之一啊。所以它的这个节律点没有办法发出好的一个作用来控制底下心跳的速度的时候，会太慢，太慢的时候打不到血到头脑的时候，他就会晕倒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就给他装上一个心脏的一个节律器啊，来给他做这方面的一个节律器，它会发送出这样的一个讯号到我们的心房，再到心室这个地方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缩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就能够克服他原来这个原来有问题的那个节律点没办法来执行他工作的那份启动心脏跳动的那个潮汐啊，用节律器来给他帮忙，所以做节律器以后，这个病人这方面的症状就完全解决了。所以有时候的一个检查，不是只是一点点时刻，长时间的观察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谢收看。